我印象中是在去撞树啦。对，那我印象很深刻，大家就围着你，然后在那边笑，觉得怎么穿这个内裤？一张张嘲笑的面孔，你至今记忆犹新。有一个人他脱光他的衣服，他开始打撸管，大半夜听到我的房间门有哔哔的声音，他怎么可以听到？11点热炒店。